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今天下午的题目，就是幸福的密码。那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个幸福的密码呢？就二十一世纪以来，幸福似乎就是变成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那么幸福呢，我们人类有史以来就是所追求的东西啊。为什么二十一世纪它变得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呢？我想有一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之前对幸福的定义上面呢就有所转变。然后第二我们对这个寻找幸福的方式或者是获得幸福的途径也有所变化所以呢它变得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了今天我们任何一个比较大型的书店里面进去了以后呢，就关于幸福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国外的、国内的很多很多的书，都在讲幸福或者是如何幸福，都在探讨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今天也就是给大家。就介绍一下这个幸福佛教对幸福的认识或者是佛教以释迦牟尼佛的人生智慧来看这个看这个寻找幸福的方式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这个下午的课呢也有几部分第一个什么是幸福到底什么是幸福幸福的本质是什么我想第一个是讲这个第二个呢我们幸福吗我想第二个大家先了解一下就全球的视野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到底幸福还是不幸福看看这个问题第三就是我们如何能够幸福那么如何能够幸福的这个当中呢有几个
幸福的这个所谓的密码啊，也就是说我们平时感觉不到的，但是其实这些是让人啊感觉到幸福的一些关键的啊东西，也就是一个比较秘密的东西啊，所以叫做幸福的密码。嗯，我想这样子三方面啊介绍一下这个幸福。嗯，首先啊，幸福是什么呢？有一本书，叫做，它的题目是什么是幸福？那么全球的155位大师啊，包括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啊、经济学家，一流的大师级别的这个155位这个啊老师啊，就探讨幸福的本质是什么。然后最终的结论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说啊，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一个稳定的收入。有些人说幸福就是啊和睦的家庭啊，有些人说幸福是周游全世界。有些人说幸福就是一杯水啊。那么到底幸福是一杯水，还是周游全世界，还是稳定的收入，是什么呢？这个我们对我们来说这个很重要的。为什么我们一直都在追求幸福？无论是从宗教的角度讲啊，或者是从大乘佛教的角度讲啊，或者是从哲学的角度讲，人的生存的目标啊，就是追求幸福。那么我们现在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啊，也不知道怎么样追求幸福的话，那这个对人类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所以我想有必要这个了解一下这个幸福。我们对幸福的定义很多都是17世纪、18世纪这样子的时候的定义。那么这个定义今天有可能不是这样子了。我们寻找幸福的方式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这就是幸福的途径，我们获得幸福的途径的这些也是17世纪、18世纪的或者是更早的时候的一些寻找幸福的方式。那么这些方式呢也许大部分我们现在用不上了因为任何一个东西它有它的阶段性，它会变成过去式。所以在这个方面，那么我们今天新的这个方法新的定义对幸福的这个新的定义和新的方法是什么我想就是我们先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那么到底是一杯水还是这个周游全世界呢其实从佛教的角度也好从哲学的角度，或者是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经验的角度来讲幸福它并不是稳定的收入有稳定的收入，但是呢，非常不幸福的人很多的。幸福是不是家庭的和睦也不是，家庭和睦，但是呢，不开心的人也很多的，不幸福的人也很多的。然后周游全世界，就是有机会周游全世界，但是不开心的、不幸福的也是很多的那么一杯水也是这样子。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些都不是幸福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这些都有可能这个变成幸福的因素。那么到底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它的本质它的属性它不是一个物质如果幸福是一杯水，那么它的本质就是物质了幸福是这个周游全世界那么它的本质是一种运动了它的本质是一种运动，人的肉体和人的精神的一种运动所以
这些都不是心腹，心腹是一种内在的感受啊，心腹的本质它是一种内在的感受。这个感受啊，当然可以来自于稳定的收入啊，来自于这个啊家庭的和睦啊，也来自于这个周游全世界啊，这些东西呢都有可能在啊，有可能给我们带来心腹啊，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啊这个心腹的途径，我们找到心腹的途径。有些时候呢，一杯水也给我们带来心腹，这个是没错的啊。比如说，在一个很炎热的夏天啊，就是在外面啊，在烈日下干这个体力劳动的人来说啊，在比较凉处坐下来喝一杯水也是幸福的。但是它的本质不是幸福啊，那么这些都是通过这些物质啊，通过这些物质所带来的一种啊精神带来的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感受，才叫做这个幸福啊。我想这个才叫做这个幸福。那么三四百年之前啊，对幸福的这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西方有些思想家，他认为啊，幸福就是来自于物质的享受啊，就是如果我们往里面去寻找幸福的话，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啊，没有幸福的地方去寻找幸福啊，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啊。幸福就是啊，来自于物质，有这样子的思想。但是呢，就这么多啊，这么几百年下来了以后呢，啊，然后就人们啊，今天人们质疑这种说法啊，为什么呢？因为物质有了啊，很多人的物质都是非常的丰富的，但是呢，幸福啊，还没有得到幸福啊。全世界的这个幸福的指数啊，自从有了一个确定的这个幸福指数以后呢，发现一直都在下降，没有增长。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啊怀疑这个物质到底能不能够啊给我们带来幸福啊。然后呢，幸福的定义啊，它的本质是不是我们去感受啊这个物质啊，是不是这个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寻找这个物质的方式啊，寻找物质的方式，如果物质给我们真正带来幸福啊，幸福指数或者是幸福的感受跟这个物质如果成正比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我们的物质越发达，然后呢幸福指数啊，应该是越增长的啊，这个是逻辑，这个是合理的。但是这两个恰恰相反啊，物质越增长，西方，比如说美国，在60年代到2000年的40年的过程当中，他们的物质的这个收入翻了三番啊，但是呢，幸福指数，美国、英国一直都在下降啊。一直都在下降啊，那么到底这个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呢？所以我们就开始，对这个过去的对幸福的定义啊，开始质疑，开始怀疑，然后呢，寻找幸福的方式啊，也开始质疑了。所以我觉得今天呢，幸福就是变得很热门的话题了啊，因为一直。这么几百年当中，我们对我们的幸福的这种定义啊，现在就开始啊有质疑，然后呢，寻找幸福的方式也有这样出现一个这样子的疑问。所以，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幸福呢？啊，怎么样可以得到幸福呢？啊，就开始就变得一个热门的话题了。我想，这个变成热门的话题的原因啊，应该是这样子，然后更悲观的是，美国有一位教授啊，他花了6年的时间，就去研究幸福，
写了一本书叫做《幸福的历史》。那么他用了大量的这个历史的证据，然后又分析了现代社会啊，然后这样子以后呢，他的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他花了6年的时间啊，然后最终的这个结论是什么？最终的结论呢，就是在他的书的这个最后一页的最后一行上，那么他的结论就在这个地方。然后他说，幸福永远都停留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它并不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么这样子的话，如果幸福真的是永远都是在我们的想象当中我们以为有一个所谓的幸福，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拥有它，就是为了它就去奋斗可以这样子，但是呢生活当中真的没有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宗教也好哲学也好，一直都告诉我们人的生存的这个目标是追求幸福那么幸福如果追求不到，永远都在想象当中，那么人的生存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真正的目标是什么所以很多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这个幸福所以这个幸福就变得很热门的话题了那这时候我想这个比如说西方思想家比如说伏尔泰他说幸福就是我们内在的精神当中去寻找幸福是得不到幸福的，幸福就是物质的享受来自于物质这句话就是几百年前说的，我想这个是当时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看起来就不是这样子，这个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和一条狗同样的就关在一间房子里面3天不吃不喝3天不吃不喝然后放出来的时候呢3天以后放出来的时候呢，两个生命他们第一个时间当中要去寻找的追求的，或者是他们一个人和一条狗，他们认为当时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那是食物两个人都一个人和一条狗，两个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就是食物，要吃东西吃一顿饱饭就是幸福，肚子填饱了，这个就是幸福这是当时的，这是刚刚从这个从这个房间放出来的时候的想法因为在这个之前两个生命都同样的面对了饥渴的痛苦，忍受了这个痛苦刚刚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追求他们心目当中的这个幸福他们的需求都是一样的要解决温饱的问题填饱肚子这个是幸福所以很早以前我们人也对幸福有这样子的这个定义，这个是没有错的，当时来看但是人跟这个一条狗放出来了以后呢，狗填饱肚子以后呢，它的下一个追求是什么呢？还是填饱肚子一般的动物呢，填饱肚子完了以后呢，还是填饱肚子，基本上都是没有更高的这个追求人填饱了肚子以后，然后有其他的这个目标然后呢，他的幸福他的幸福的定义更高一层了刚刚出来的时候，他的幸福，他认为最幸福的是什么？就是吃一顿饱餐但是现在这个他已经满足了，满足了以后呢，他还会认为下一个吃一顿饱餐是幸福他这个时候他的幸福的定义有所变化，这时候他的幸福定义不是以前的然后他就有更高的这个追求艺术这个哲学宗教等等，他有其他的追求，这是人与动物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发展过来的，啊，刚刚还就是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幸福的定义就是刚才讲的这样子。当人的基本的这个物质需求、温饱的问题解决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对幸福的定义就会有这个变化的。那么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怎么样定义呢？这是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定义幸福到底是什么。有些时候一杯水也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有些时候呢美食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啊，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最终它幸福的本质我们可以完全可以确定的啊，幸福的本质它的舒心，它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啊，精神的一种感受，我们的精神的一种感受叫做幸福。一个特殊的这个感受叫做幸福，这个是第一个幸福的本质，幸福的本质。那我们今天因为我们对幸福的这个定义不一样所以呢追求的方式追求幸福的方式也是不一样不一样的定义，不一样的幸福，有不一样的追求不一样的这个获得的方法那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人就追求的是另外一个东西了那这另外一个东西得不到的时候，然后又面临了更多的这个痛苦就像抑郁症就是像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有一个报告，就是说他们预测不久的将来抑郁症就会变成全球公众的最大的健康问题最大的健康问题50年前抑郁症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年龄患者的这个平均的年龄是29岁平均的年龄就是29岁50年以后呢这个抑郁症的平均的年龄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平均的年龄就是14岁这也就是说8岁9岁10岁的小孩也有抑郁症那么这个抑郁症是怎么来的现在我们就是有吃有穿还有很多人可以用这个很一定档次的这些物质的享受那么为什么今天还不放心不幸福呢就是因为从过去的我们对幸福的这个定义来说如果我们过去对这个幸福的定义是真的没有错的话，那么今天我们不应该有抑郁症不应该有这么多的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因为我们过去是认为物质的享受就是幸福呀。那么物质的享受我们今天已经有了那么我们的幸福是如果是物质的享受，那么不就已经有了吗？为什么还有这个抑郁症等这个精神上的问题，为什么这么越来越严重呢？为什么我们的幸福指数一直都越来越下降呢？这是在逻辑上完全是说不过去的。但是因为这个幸福的定义它会有变化的那所以现在已经变了物质的享受当然了是一部分，可以说一部分的幸福，但是呢幸福的定义不是这个定义的意思呢，从我们哲学也好像佛教这样子的角度来讲，定义呢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非常确定的意义，非常确定的意义那这个不能说是某一个方面呢说准了，这个是不是定义呢？这个不是这个一定要这个符合它的整个全方位的全面的要符合。所以今天我们找到的这个我们说这幸福已经有了有了变化，原理我们等一下在这个第二个阶段这个当中可以给大家介绍那么我们今天对这个幸福的
这个定义已经有这么大的变化了，所以呢我们还在网上啊追求这个心腹啊。第一个心腹，我们400年前的心腹的定义已经有了啊，但是呢这个现在已经是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心腹了，当然不能说所有人啊，很多人来说不是心腹。然后这些人呢一直在网上追一个另外一个心腹了，那另外一个心腹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我们就遇到了很多的这个问题，不能满足自己，在这种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精神上的这些问题了。所以抑郁症的这个今天呢、啊、这个越来越年轻化的原因也是这个，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在下降啊，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就非常的这个冷漠冷淡，这样子以后呢每个人啊都觉得自己很孤独很焦虑啊。比如说很多人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敬酒的说好话的这样子很多的啊，但是呢这些人当中到底有多少个真正的朋友呢，也就是很少啊。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感觉不到这种温暖啊，然后就是这种焦虑孤独症啊，这都是产生了。比如说1960年的时候，就美国和英国做了一个调查啊，调查它问卷的调查，问卷调查的内容是什么呢啊，你能够相信大部分的人吗啊，这是问这个问题啊，你能够相信大部分的人吗，那这个时候60年的时候呢啊，美国和英国的58%的人说我们啊可以相信大部分的人啊，他们的答案是肯定，58%的人。然后20几年过去了以后，1998年的时候呢又做了一个同样的调查，那么他们的问题完全是一样的，也是你能够相信大部分的人吗，这样子。这个时候呢这个已经下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只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说我们可以相信大部分的人啊。那在这个几十年之前呢有58%的人啊，但是呢已经现在这时候呢已经就下降到这个30%。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信任度就这样子一直非常严重的下降。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就感觉不到这个幸福。相互之间都是就不信任，这样子以后呢就我们最后的这个抑郁症呢精神上的很多问题啊都是这样子出来的啊。所以我们首先对这个我的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心腹是什么，这是一种精神的一种特殊的感受，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这种感受有些时候会物质带来的，有些时候是跟其他人其他东西带来的啊，但是呢这个跟着我们的这个发展随着人类的发展有变化的心腹的定义是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变化的并不是几百年前的这个定义永远都不变的，不是这样子，有变化的。但是再变化也好，它的整体它的这个本质就是一种心灵的一种特殊的感受我要讲的第一个是这个，这叫做心腹的本质，这是第一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那我们今天心腹吗我想这个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我们今天是不是心腹。那如果从物质的角度讲我们应该是很幸福的。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虽然是释迦牟尼佛说轮回是痛苦的
但是呢，实际上释迦牟尼佛他没有否定啊，否定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所感觉到的这些幸福啊，他是不会否定的。嗯，那他为什么说，他如果不否定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的这些幸福，那么他为什么说轮回是痛苦呢？啊，因为我们很多人对佛法有一些这个误解啊，比如说佛释迦牟尼佛这种人生观是很消极啊，很悲观呢、啊，啊，有这样子的这个看法的。但是呢，实际上佛陀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啊，第一个啊，他是如果说轮回是痛苦，这样子的话，就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对轮回啊都有一个这个危机感啊，有一个危机的意识，对我们的生命啊，对人生有一种危机感。嗯，有了这个危机感以后呢，啊，到时候啊，大家如果我们以后要面对这个痛苦的话，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充分的准备，一个充分的准备。所以这时候呢，啊，比如说像这个生老病死这样子的这个痛苦是没有办法啊，没有办法逃避的啊。没有办法回避，所以释迦牟尼佛他也不是教让我们怎么样去逃避现实，他不是的啊，他是教怎么样去面对啊，怎么样去面对啊，以什么方法去面对啊，这个痛苦的话是比较不痛苦啊，以什么样的方法，以什么样的心态啊面对的话啊就不痛苦。嗯，他是教这个的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如果我们感觉到这个轮回啊，时间是痛苦的话，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会懂得关爱其他的生命啊，其他的生命，因为我们觉得很多生命都是很苦的啊，这样子以后呢，会关心他们，会关爱他们啊，我们要去帮助他们，会这个。爱心也就是从这个当中会产生的。嗯，所以佛就考虑了这两个，说轮回啊，轮回是痛苦，其实他也没有排除啊，这个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幸啊，幸福呀，快乐呀啊，这样子。那今天我们这个我刚刚讲的啊，这个总结一下我们前面的这个幸福的本质的话，大概就是这样子。嗯，那么今天我们幸福吗这个话题当中呢，我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物质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很幸福的啊，我们拥有这么多的东西。嗯，但是呢，这个有科学的数据啊，从科学数据角度讲啊，那不是这样子啊，就是人们就越来越感觉不到幸福了。嗯，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活的水平很高啊，生活水平很高，生活水平高的时候呢，这里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生活的品质啊，生活的质量就不会很高的啊。这个我们都很多人都没有考虑到的。我们以为啊，生活水平很高，那么生活的品质也是一定是很高的。嗯，但是其实不是这样，生活的水平呢，基本上都是以物质来衡量啊，就是拥有的多少啊，以这个来衡量。所以幸福的生活的水平，每个人的幸福水平，很多人的生活的水平是很高的。嗯，但是生活的品质或者是生活质量，这个当中已经包含了幸福指数啊，幸福感也在这个当中。所以拥有的物质是相当的多啊，但是呢，这时候呢也不一定是啊，不一定能够这个幸福。所以生活的水平是很高啊，但是这个要付出很多啊，要付出时间，要付出精力，付出很多，付出的越多啊，然后人就越忙碌啊，然后越不自在，越没有自己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啊，那这个时候呢，生活的品质会下降啊，这两个动张中间呢，就是有一个矛盾的东西，幸福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品质会下降的。嗯，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很多人这现代人的这个不幸福的来源啊，就是这样子。我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个今天从全球来看都是一样的，只要有幸福指数的地方啊，
都是这样子，凡是有心腹之属的地方，然后有前后对比的地方啊，都在下降啊，这个都在下，尤其是发达的这个国家都是这样子，心腹之属一直都在这个下降啊，人与人之间的啊这个冷淡啊，然后比如说尤其是这个老年人，像美国的一年的这个自杀啊，自杀当中呢，这50%以上都是老年人啊，老年人，然后尤其是85岁以上的就是很多啊。那么这个是为什么？因为他们呢啊，不是没有钱啊，他们的生活的水平，他们生活水平已经是很高啊，但是他们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啊，就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关爱啊。就也在下降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老年人就感觉不到心腹温暖，在这种情况下就选择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啊这样子的手段啊，原因也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起来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应该是很幸福的啊，但是呢实际上的事实就是不是这样子，嗯，事实呢啊，就是一个相反的，这个幸福感一直都在这个下降，幸福的指数一直都在这个下降，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啊。那这个是为什么啊？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幸福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幸福和快乐啊这两个的这个区别，什么是幸福啊？什么是快乐？嗯，首先啊，快乐是我们的言耳鼻舌身，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视觉、听觉、触觉去感受外在的这些物质啊，外在的物质，然后也就是说这些物质来刺激我们的感官，从中获得的啊这一种感受叫做快乐，嗯，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五种感官啊这个享受物质，从中获得的叫做这个，在汉语里面呢啊，就绝大多数这叫做快乐，嗯，然后幸福是什么？幸福是我们上午讲过的这个第六意识啊，第六识，也就是我们的思维、判断、分析的这种思维，它有些时候啊很开心啊，很觉得啊觉得很他的这个他有些时候呢，就是因为有收入啊，因为有家庭啊，因为有各方面的，有些时候呢也这些都不一定是其他的原因，也有可能是宗教，有可能是哲学啊这样子的原因，然后第六是啊他的这种感受啊，他的这种感受叫做幸福，嗯，这种叫做这个幸福，嗯，那么第一个，首先啊，这两个我们今天都是啊，这两个幸福或者是快乐，这两个都是啊，对现代人来说呢，这两个都在下降。嗯，那这两个下降的原因是什么？理由是什么？啊，这个理由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感官啊，怎么样去享受啊，怎么样去享受这个物质？比如说我们的啊，这个舌觉。他怎么样去享受物质，我们的听觉怎么样去享受物质，从中获得的幸福是怎么样获得，这个原理啊，原理是什么呢？首先啊，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的这个原理啊都是一样的，嗯，那他们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嗯，外在的这个物质啊不断的刺激啊，不断的刺激这些感官啊，那么刺激了感官以后呢，它从中就获得啊的这个幸福啊快乐，嗯，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啊？这个刺激如果超过啊，或者是过度啊，如果过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感官会麻木的，嗯，麻木的，然后所以呢。这个感官它就得不到这种新鲜感，嗯，感官就得不到这个物质的新鲜，比如说经常吃同样的饭啊，穿同样的衣服啊，或者是这样子的时候呢，用一个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物质不断的同样的一个物质不断的刺激我们的感官的时候，感官会麻木的
啊。那么刚刚麻木的时候呢，他就在这个当中啊，就得不到啊快乐啊。不但是得不到快乐，而且啊，比如说我们的舌觉啊麻木的时候，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呢，很喜欢看的一个东西啊，然后经常去看的时候，然后就是就以这个光来经常刺激啊我们的这个眼感官的时候啊，然后就会慢慢的就会麻木啊，麻木了以后再去刺激的话，那么就开始就心烦，开始心烦啊，这个时候呢就对任何东西都是没有兴趣啊，在这种情况下在刺激感官的时候呢，然后就开始心烦躁啊，所以我们今天物质拥有的非常非常的多，名车豪宅名牌的衣服什么都有了啊，但是为什么啊，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脾气，很多人的脾气越来越暴躁，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不能带来幸福的时候，不断的感官的刺激，接受这个刺激，然后心里啊，它就变成啊另外一种效果，这是一个啊，这是得不到快乐的原因啊。今天我们得不到快乐的一个原因是这样子，过度的刺激啊。第二个得不到幸福的原因是什么啊？幸福的原因呢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我们的意识，我们的人的意识啊，欲望它是无限制的啊，无限制的膨胀的，无限制的膨胀啊，我们任何一个东西啊，任何一个物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幸福呢，它是一个非常有局限性的东西，它是很有局限性的，任何一个物质给我们带来的幸福，所谓的幸福或者快乐，都是有局限性的，然后我们的这个欲望呢，是无限的这个膨胀，这时候我们得不到幸福，得不到幸福的原因就是一个这样子啊，我们就是任何一个物质啊，对我们的第六意识啊，要给它带来幸福的话，它的前提的条件是什么呢？前提的条件，幸福感啊，就建立在这个满足感的基础上啊，幸福感就是建立在满足感的这个基础上啊，如果没有满足感，那就是不会有幸福的，永远都不会有幸福，所以幸福感建立在满足感，那么满足感它建立在什么样的这个感觉上呢？满足感它建立在新鲜感的基础上啊，比如说这一朵花啊，它五天或者三天当中一直都是保持新鲜的话，那么它对我们的感官啊，或者对我们的意识，可以不断的提供啊这个花，这朵花的新鲜感，然后这样子以后呢，有这个时候呢，一直都可以保持这个啊满足感啊，然后这满足感一直都能保持的时候呢，也有幸福感，所以幸福感建立在满足感，满足感呢建立在这个新鲜感。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任何一个物质它没有一个是永远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感的，新鲜感，任何一个物质啊，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在我们的心目当中会失去它的新鲜感啊，它的新鲜感，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审美疲劳啊，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任何一个东西都是一样啊，失去了它的新鲜感，失去它的新鲜感的时候呢，然后立即啊，这个东西就不能满足我们啊，不能满足的时候呢，这个东西也不能让我们幸福啊，那么这个东西就这个时候呢，这叫做所谓的淘汰了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就已经是没有什么价值啊，这时候人再去追求更高的东西啊，这时候呢，因为我们不断的在追求幸福啊，那我们追求幸福的方式是就一直都在往外追求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又会有新的追求啊，然后这个新的追求啊，为了这个追求啊，然后我们要付出很多的代价啊，比如说我们为了一个这样子的获得新的东西啊，很多人也可以当车奴呀、房奴呀等等啊，
都付出很多啊，付出了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因为为了追求到一个某一个物质，为了追求某一个物质，啊，这个当中把我们的自由的空间啊，自由的时间啊等等，生活当中应该有的很多东西啊，这个时候就失去了啊。比如说，有一位美国的一位这个跨国公司的老总啊，他写了一本书。我觉得他这个当中有几句话是很有影响啊，对我的影响很深刻。他是一个跨国公司的非常成功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老板啊。那么他体检的时候呢，医生就告诉他啊，他已经癌症晚期了，只有3个月的时间，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了，然后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在1个月左右的时间当中，快速的他把这个公司里面的所有的工作都结束啊，全部交代完毕，然后呢，剩下来的时间当中，他就写了一本书啊。实际上这一本书呢，他就是当医生宣布他是已经是癌症晚期的那一天开始写的，到他死的这个100多天当中写了一本书。这本书里面的就是最有影响的是什么？就是他说，他说我这一生当中啊，真正的就感觉到了人的生活的啊这个时间，就是这3个月，就是这3个月，因为这3个月他就闲下来了，然后呢就没有什么事情做了，所以就他就陪家里的人呢。就轻松啊，跟朋友聊天呢、告别呀、等等，就是真正的人的生活，古人的生活，他一辈子当中就这3个月啊。除了这3个月以外的事情呢，就是为了钱啊，加班，然后再加班，加班完了以后再加班，他根本就没有事情做这些。就是这样子，我们为了获得物质啊，付出了很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付出了很多，然后我们把这个物质得到了以后呢，然后又不像当初想象的，比如说我们为了一个车子或者是为了一栋别墅，然后就付出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很多的精力然后总有一天卖到了以后呢，卖到一个名车的时候呢，跟原来我们想象的时候完全是不一样的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子跟原来想象，原来就是因为有一辆名车就是开起来很幸福很舒服但是如果真的有一天卖到了，那么他在一周或者是十几天或者是半个月当中呢，就是因为这新车就感觉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半个月过了以后呢，他没有感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由内心当中呢，就是他的这种新鲜感有失去失去了以后呢，然后又不断的去找新的东西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现在寻找幸福的这个方式呢，我们一直都是这种方式到目前为止我们寻找幸福的方式，绝大多数的人来说都是这种方式那这种方式呢，实际上是一个失败的路这就是有科学的数据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拥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物质，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幸福的话，那我们的物质增长的时候呢，幸福感不可能下降的这个是没有理由的。但是为什么幸福感下降呢？其实寻找幸福的方式不是这样子我们一直都是在用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幸福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个人和一条狗从不吃不喝关了3天5天，从刚刚放出来的这个阶段当中的追求幸福的方式我们一直都在用这种方式来寻找幸福一直都是我们的幸福的这个定义呢一直都是就是当时的就是这个阶段当中的定义追求的方式也是这个阶段的追求方式那
当然现在不是这个阶段了，人已经不在这个时候了，时代也不是这个时代了，已经是超越了啊，超越了以后还是用这种方法去寻找幸福，那肯定是得不到幸福的啊。当时这个方法是有用的啊，这个定义也是没有错的啊，这方法也是对的，但是呢现在还是用这种方法去寻找幸福，那么我们所得到的不是幸福了，所得到的不是幸福，这些东西都不能带来幸福。我们刚刚讲的一个是感官的快乐啊，第二个是第六意识的幸福，这两个啊都得不到的。这两个得不到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感官刺激多了以后呢，它不是幸福，而是麻木，再过了以后就是烦躁啊。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的这个新的东西啊，我们比如说用这个各种各样的方式啊去刺激啊我们的这个欲望啊，欲望去刺激我们的人的欲望无欲，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啊就得不到啊，这些东西呢只能满足啊短暂的啊，也许半个月也许一个月这样子，给很短短的时间当中，然后他对啊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这时候又要去找更高的东西，所以我们一直都用这种方法去追求幸福的话，那我们得不到幸福，得不到幸福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啊，我们的幸福指数一直在下降的原因啊，也是啊这个原因啊，因为我们方法是用的方法是啊，就是很早以前的方法啊，对幸福的定义也是很早以前的这个定义啊，那么很早以前的定义我们今天用来啊，那么这个幸福今天我们的追求不是当时的追求，今天我们的这个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东西也不是当时的幸福的东西，就我们刚刚讲的人刚刚从这个啊不吃不喝放出来的时候，不吃不喝关了五天放出来的时候呢啊，他追求食物，这是人的本能啊，是没有错的啊，食物这个时候对他完全可以带来幸福感啊，他追求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他过了这个以后啊，他当他肚子填饱了以后呢，然后还是要用这种方法去追求幸福，那就不幸福了，还是他吃饱了以后还是用这种方法去让他寻找幸福，他得不到幸福啊，这个时候他的需求已经不是这个需求了啊，那么需求得不到满足的话，那么就是幸福感是不会有的啊，某一个需求得到了满足，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产生啊，才可以产生幸福感。所以现在他的追求啊，他的需求已经不是这个物质了啊，已经不是这个物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不放弃过去的这种旧的观念啊，来不断的去寻找这东西的话，那么这个旧的观念、旧的方法，这个阶段已经过了，所以这个是对他来说不起作用的啊，对他没有效果的，所以这时候呢需要有一个新的东西啊，需要有一个对幸福有新的认识啊，对幸福有新的追求的方法啊。我想如果我们对幸福有新的了解、新的认识和新的这个寻找的方法的话，我想没有像美国的那位教授啊讲的那么的悲观啊，幸福还是会有的啊。这个佛教里面呢，他的第一堂课啊，他的第一堂课是什么呢啊，就叫做人生难得啊，人生难得。那么人生难得他的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佛陀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啊，就是说是人啊，从这个六道轮回整个生命的角度来讲，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啊，已经是非常幸福的啊，所以这个人生啊，之所以是那么难得，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幸福啊，因为幸福啊，所以这个是很难得的。
六道轮回当中来讲，这个人是很幸运的啊。幸运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呢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拥有这么多的物质，释迦牟尼佛就是告诉我们啊，有可以选择更多的东西，人有很多的选择啊。如果我们人就只有选择四个字啊，吃喝玩乐这四个字以外，如果没有什么选择的话，那么我们真的就不知道人生的目标是什么，人的幸福在哪里，我们真的不知道了。那但是不是人他就有更多的这个选择啊？那是什么呢？啊，比如说他的艺术啊、宗教、哲学啊，更高的这个人生的境界啊，或者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佛教的这个解脱，它有很多的这些选择。所以人是一个很幸运的啊，一个生命的群体，很幸运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人并不是得不到幸福，完全是可以幸福的，人完全是可以活得幸福的啊，没有那么的悲观。但是因为我们今天得不到幸福的原因是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对幸福的定义啊，就没有更新啊，没有更新。我们寻找幸福的方式没有更新啊。这两个我们一直都在用几百年前的定义和几百年前的方式啊，但是我们人已经超越了这个阶段了啊，已经超越了，已经发展到另外一个阶段了。那么，如果我们还在停留在人与狗刚刚从这个不吃不喝放出来的这个阶段当中啊，如果我们还在停留在这个阶段当中，那么这个方法是有用的，这个定义也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已经超越了这个啊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超越了以后呢，当时的这种方法现在我们就是不管用了。因为我们一直都用这种方法去寻找幸福啊，对幸福下定义啊，是我们错，就是错在这个地方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啊得不到幸福的原因是啊，我想的话就是我们得不到幸福的原因也是这样子。这是我今天要讲的啊，就是第二个啊，我们幸福吗？啊，就是这个。我没有说我们不幸福啊，没有说我们很痛苦。从佛教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是很幸运的啊。如果我们自己会珍惜啊这个机会，珍惜人的生命的话，人的确是非常幸运的，非常幸福的。从物质的角度来讲啊，我们这个年代就是人类有史以来这个物质是空前发达的一个这样子的时代。从这个时候呢啊，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很幸运的。但是我们的，因为我们的方法错了，缺乏了一些东西，精神和这个物质我们失去，严重的失去了这个平衡啊，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没有得到这个幸福感。从全球的视野来讲的话也是这样子，这个幸福感一直都在下降啊。然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啊，就是就不断的就比过去还多啊。比如说像美国社会，就在这个从60年代到2000年这个40年的过程当中啊，他们的无知虽然是翻了三番，但是呢啊，他们的这个离婚率增长了2倍啊，然后他们的青少年的这个自杀率增长了3倍啊，然后他们的这个青少年的犯罪率自杀了这个增长了4倍啊，然后监狱里的人就是增长了5倍啊，那么人的这个幸福感一直都在下降啊，然后只有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就是这么的这个突出啊，那么这些都是物质没有解决的问题了，物质没有解决的问题，这都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决。如果不这样子解决的话，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啊，就是因为这样子以后呢，然后就得不到这个幸福感啊，得不到幸福感的原因是这样。我想今天我说的是简单讲的话，也不是不幸福，但是呢我们的情况啊不是很乐观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对幸福的这个定义
和这个幸福的寻找的方式啊，就这样子。我想这个我们在下一堂课里面呢，我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幸福的密码啊是什么。Sonum de yi tam jiu zhu ba ni dong li yi bi zhe ni ban shi jin